走了。葛莹，路上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娘。那我走了。葛莹姐，你是去哪儿啊？下柳林。玉清哥，你咋知道是我？除了你还能是谁啊？你以前看过盘子吗？记得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，我娘带我来看过。那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吗？还是原来的样子，真好。我听我爹说，盘子和明清街是一样的，由商帮下柳林而生。先辈们用木制的方法将各路神仙微缩供奉到一起，目的呢就是祈求平安吉祥，期盼幸福美满。你要不要也拜一下？张老师。行了，快走吧。以前转过九曲吗？没有。别看我近水楼台，我也是第一次呢。今天我可以邀得美人归，同游九曲镇。油嘴滑舌你。嗯，我对你什么样你应该知道的，我是真心对你。你一会儿去哪儿？我要到我姑妈家，姑妈两口子呢忙着他们药铺的事儿。我去正好帮帮他们啊。那我送你过去，走。八十八年前，你曾祖父携家带口来到柳林，咱们张家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。靠什么呢？靠的就是勤劳守信。玉彪啊，你是咱们张家的老大，要铭记祖训呢。啊，把腿放下。我刚才说的什么？啊？
啊，你滚！老爷爷，哎呀，坐，坐下。哎呀，老爷坐下啊，别生气。老爷，玉彪啊，可是国军护路队长，在柳林商家这一带的安全性命全靠着他呢。嗯，你看看那个熊样，浑身的懒骨头，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瞧得起他？哎呀，别说，别跟他说了。你看看，老爷，你看看你，你这倔脾气一上来就说些让人不高兴的话。你呀、啊。妇人之见，妇人之见，你就知道护着他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把他惯坏的。我，爹娘，哦，玉清，玉清啊，这两天上哪儿去了？他呀，忙着和一个村姑相好呢。啊啊，玉清啊。这婚姻乃人生大事，人品最重要，千万不敢草率啊。玩儿呗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嗯，今天早晨我在咱们的店铺听说日本鬼子要向咱柳林移动。要真是这样，咱们张家可要和镇民齐心协力对付小日本。爹，放心吧，啊，我几枪就把日本鬼子撂倒了。嗯，这玉彪啊。刘妈呀，去把馍拿来。哎，啊，来。我们敬你爹一杯。啊，合家欢乐。合家欢乐。等一下。小心啊，这滑。坐那歇会儿吧。啊。哇，这好美啊。当然，坐这。中国人团结起来！中国人团结起来！将日寇赶出中国去！将日寇赶出中国去！怎样？将日寇赶出中国？我想娶你，我想永远跟你在一块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，你愿意吗？嗯，老爷，怎么回事？日军攻占临时，我们的货被小鬼子劫了。啊！这帮强盗，该遭天杀的。对了，咱们的伙计怎么样了？咱们的伙计到平安，都逃离了。那就好。好个屁！上万银两，就这么没了。哎，哥，你不是护路队长吗？你可以找日本人去要啊！我收拾他们去。大少爷，你可不能去啊！小鬼子凶着呢，他们人多、枪多，还有大炮呢。爹，我看
先这样，把马家、乔家、王家损失的货钱还上。凭什么还啊？那是规矩。爹，战乱时期讲什么规矩啊？哥，爹说的对，要还上的。啊，你们跟我来。好，你们进来。李彪，这支枪你拿着。玉清，这支枪你拿着，去跟日本人斗。大学之后，就秘密地加入了晋绥军。我刚刚接到命令，要我肃反部队。鬼子马上就要进攻柳林了，你要多加小心。你也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会的，那我等你。玉清哥，团长，八路军伤亡惨重，我们再不增援的话，他们就顶不住了。上级没有命令，等到上级命令就太晚了。这事不用你管了。兄弟们，咱们和八路军都是中国人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。走，跟我增援八路军去。团长，张玉清这个二杆子带人冲过去了。率领三百人轰炸鬼子阵地。刘林你不可得空格不得理，その延安政府苦心よ。报告，进来。肖少奇，我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名受伤的旧情军团长，他是来支援咱们的。他人在哪儿？就在咱医务室。走，看看去。人在哪儿？在那儿。长官，快坐下，别动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我好多了，谢谢长官。好样的，等你把腿养好了，咱们一块打鬼子。嗯，贾哥，
老爷，街上传言，大少爷当了日本人的狗腿子了。啊？有这事儿？孽种，孽种！你把他给我叫来。是。老爷，玉彪的事儿那只是传言，还不一定是真的呢。哎呀，你呀，不能因为这事儿伤了身子啊。再说了，日本人呐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，保命要紧呐。那也不能当汉奸呐。哎呀，爹。我是为了咱们柳林老百姓的安全，我才答应和日本人合作的。你要是敢认贼作父，我宰了你！同志们，据我们得到的准确情报，鬼子的化武部队马上进驻柳林，阴谋进攻陕北，所以咱们的情况十分危急啊。国际社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，鬼子难道不遵守国际公约？鬼子是虎狼之心，他根本不管什么国际公约。不，据我所知，这次行动是绝密的，这就说明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。所以上级要求我们，务必要取得日军的准确情报，消灭化武部队，阻止他们渡河西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有没有良民证？啊，我有。太君，可以走了。谢谢。你这两年你到哪儿去了你呀、啊、你上哪儿去了你呀、啊、娘您病了吗？娘没病，是你爹病了。自从你走了，你爹这身子骨啊，是一天不如一天啊。我爹呢？啊，走。老爷呀，咱玉清回来了，玉清回来了。爹，玉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玉清，爹，你这两年跑哪儿去了？爹，我这两年在外面做了一些小生意。这次回来，看到街上连个饭庄都没有。儿子想开一间饭庄。嗯，好。他爹。好啊。做生意的人要记住两个字：仁义。吴军怎么样？正吗？往左边来一点。往左边。对。好吗？好了。好吧。好了。我看一下。少东家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。那您请。
哥，你是这饭庄的第一个客人，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这饭庄以后还要靠哥多帮衬。放心吧，这街道哥说了算。那当然。哎，哥，咱们两年没见了，我知道你真的特别不容易。难呐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骑着脑袋替人办事儿。我知道。哥呀，有件事儿你真的得帮帮兄弟。你说我开这个饭庄，普通老百姓谁过来吃饭呢？也就只有日本人了。我相信，只要哥出面请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过来。你放心，哥，这个饭庄挣的钱，哥一份，怎么样？来，哥，来来，姐，你看，开了一个新饭庄。复兴园，放，你先回去。玉清哥，敢莹，真的是你啊！答应过你，我会回来的。他这次还走吗？不走了。你走后，日本鬼子进村扫荡，全村上上下下五十多号人全被杀了。我爹，我娘也被杀了。后来姑姑收留了我，在乡下躲了一年多，今天和表妹刚好回来，帮着姑姑打理药铺。玉清哥，我加入了复旧会，我开这个饭店也是为了咱们柳林人服务。玉彪啊，哎，啊，柳林有什么好的饭馆吗？啊，我弟弟刚刚新开了一个饭庄啊，就在那边，叫复兴园。味道怎么样？您可以去尝尝，一定好。哦，阿里嘎多啊，复兴园，啊，哈哈。哎呦，太君您好，里边请。是不是？来，您请坐。来，你的张宇彪的弟弟张宇清，是的，太君。啊，您想吃点什么？啊，我要好吃的菜。还要三两白酒。好嘞。啊，玉清，多少钱？哦，不，太君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我请您呢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啊，哈哈，你的人好啊，味道非常好，谢谢。哦，我的希望，稍等，看看看到几点？不，
我叫佐藤龙二。佐藤先生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。您慢走。哎。元英，月琴哥，元英，这位是？你就是月琴哥？对啊。怪不得姐不顾危险，三番五次下琉璃。元英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对了，月琴哥，小鬼子占领柳林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，一定要想个法子。给鬼子制造点恐慌。你想怎么做？利用夜色，张贴标语传单呀。太冒险了，不值得。那你去不去？你到底去不去？胆小鬼，走吧。少佐，请。玉清，哎，哥，太君，里边请。您慢点，请。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我不能来？小点声音，日本人在楼上吃饭呢。我看到了，你不说开这饭庄是给乡亲们服务，为啥日本人？巴结日本人，难怪昨天你不陪我们去贴传帖。行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，你现在赶紧走好吗？玉清啊，昨天的饭菜，德天很满意。他希望你今后能为皇军办事儿。哥，我哪有那个能耐啊？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，日本人那可不是好惹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哥，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这件事儿咱们以后慢慢再说好吗？你先喝点茶啊，给倒上。啊，对了哥，你说日本人会不会真的打过黄河呀？废话，日本人野心大着呢。那他们会不会派更厉害的部队呢？这他妈我哪知道啊。这么机密的事儿，德天会跟我说吗？净问些不着边际的话。你给我好好想想。走了。Thank you.
的这么臭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刚好有个人伤寒的厉害，这吐了一大堆，会传染的。看见我们受伤的人了吗？没看到。我们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姑娘，我得走了。这衣服可不成。凤，拿你爹的衣服过来。鬼走了，谢谢。凤，送他出阵，快跟我。佐藤先生，啊，真的有鱼？当然了，我想让你尝尝我们的黄河鲤鱼。啊，そうか。哦，うまい。啊，本当にうまい。妹妹。你太，哎呀！佐藤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就是啊，咕噜咕噜，所以我记过的是，晚上也能。哦，你不懂，这个是化学事故。化学事故？什么化学事故？这个是帝国的秘密，你不可以问。我知道。这个很敏感，是要掉脑袋的。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后不会再问了。啊。すみません。啊，你的鱼做的非常的好吃，啊，有像我的妈妈的味道。我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我妈妈说，你一定要活着回北海道，吃她做的鱼。佐藤先生，哎，你一定会和妈妈团聚的，真的。对了，在军营里面有鱼吃吗？啊，有，但是不啊，怎么说啊？不经常吃啊，经常不经常吃。那我以后每天都给您送鱼怎么样？啊，不可以，我只是小小的佐藤，不可以天天吃鱼。那这样，我每个星期给您送一次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了。太君，麻烦您帮我把张玉彪叫出来好吗？嗯，好，谢谢。什么事儿啊？
佐藤要吃鱼，必须亲自给他送过去。跟我来吧。改英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巴结日本人？我没有啊。你不光天天招待日本人吃饭，还主动上门送饭，难道我冤枉你了？佐藤给钱要鱼，你说我能不给人家送去吗？给钱你就送，他可是日本人呢，你简直就是认贼作父。改英，咱们也得生活呀。我看你和你哥就是一样的德行，日本人的走狗。改英，你别这样好吗？张雨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一刀两断。张雨晴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屋坐。我没脸进你这个门，要是让人看见了，我修仙人了。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您干什么呀？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你跟我说，你开这个饭店是要给柳林的乡亲办件好事，啊？可我咋听说你这儿进来的都是日本人？他们不光在这儿吃饭，你还做好了给小鬼子送去，你咋跟你哥一样，给日本人做走狗呢？爹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爹，跪下。你啥时候想明白了，再站起来。浩克，帅。随同，好客。给你许巍。慢一点。
小桑，三头三王，看到叫你，你走，诺马塞马西塔。说点事儿，精神点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这一直没有客人过来，这日本人都上哪儿去了？德田忙着抓捕反日群众。昨天下午，佐藤给那个地牢底的女共党背水，被德田打伤了。走了。根据我们的同志送来的情报。鬼子抓捕了一名女共产党员，经过各方面的分析呢，极有可能是三天前外出执行任务的周区长。那咱们赶紧去救周区长。日军守卫很严，还有那么多伪军，咱们营救的难度很大。是啊，所以上级指示我们，这次营救行动只能智取，我们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，引开鬼子的注意力。你们看。这是柳林敌工站送来的营救路线图，你从这边引开鬼子，等鬼子发现你以后，你从这边进入，明白吗？八嘎！마지니하이리콤다하진로야기레라바슈류단데陸軍駐在地爆撃し、安の女性共産党救出したなんて、地獄だろ。どこ潰しめ。ダメ。このこと知るべてくれ。はい。明日から。八郎君のゲリラ戦地へ総統に行こう。村一つも人間一人も見逃してはいかん。曾日彪在你的明天的德鲁嗨张玉清，帝国的效力的原因。少佐，玉清他就是个苦力工啊！报告，帝国的苦力，他的不要，嗨。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昨天晚上，游击队接牢了，德田大发脾气，让翻译调查这件事儿，我也要跟着倒霉了。拿着，这干嘛？假翻译不是爱财吗？花钱消灾。这么多啊！哥，能用钱摆平的事儿，那都不叫事儿。你是亲兄弟。啊，对了，前几天我问你的替皇军服务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哥，我就是一个开饭庄的，你说你让我干点别的，我也不会呀。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又来了。
我明天还要扫荡，我不说了。走了。西德瓦，少佐，八路都躲起来了。 有的，去，搬柴，点着了，往里扔。 怎么了？哑巴了？快走啊！老乡们，只要你们交出共产党八路军，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。我张玉彪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老乡们。 我是在为你们考虑啊！你们可别敬酒不喝喝罚酒啊！说他们哑巴了！说，长官，村里真的没有八路，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 你犯不上替八路军敲边鼓，没有好下场的。长官，真的没有。我看你就像个八路。说，你不说，老子毙了你！呸！狗汉奸！他妈！看见没有？不说。 爹，你给我过来！你个孽子！爹，你个孽种！我要宰了你！爹，我爹。
没你这个儿子。昨天鬼子又杀害了50多名老百姓，我们要发动群众，狠狠地反击日本鬼子。白英，你千万不要去。我姐那么喜欢你，没想到你那么胆小。你还是个中国人吗？怕死鬼？这次，我们既要保护好老百姓的安危，更要主动出击，狠狠地收拾鬼子。好，对，收拾鬼子。帝国派我来中国搞技术研究。其实就是让我参加战斗。德田还逼我开枪杀人。我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我答应过我妈妈，我不杀人。你知道吗？我妈妈已经80多岁了。他们还说我故意放走女共党，这下德田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觉得你一定会活着回去的，但妈妈还在家里等着你呢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活着离开中国。我一定会死在毒气里。毒气？什么毒气？毒气就是芥子气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我的眼睛，我的头，都是毒气害的。对了啊，我们这儿有一种偏方，专门治炭烟引发的头痛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哎，你不懂，毒气很可怕。我知道，我希望你试一下，相信我。啊，那我就试一试。来，看牌。来，哎，给英，给英，你帮我抓这副药好吗？你病了？啊，没有，店里的一个伙计病了。
姐，要好。月姐，哎，把这杯药也加进去。玉清哥，这药可不便宜啊。重金才可以问路。咱们的饭庄啊，都快成药铺了。饭菜求生，中药才是真正救命了。僕の目に効き目ありますか？めったく沈着状態。少佐。您找我？张玉清的，想了明白。他说，他只会开饭庄。张玉清的不简单，展哥，展哥，这次一定要替兄弟在少佐面前美言几句啊！兄弟，放心吧。小子，報告します。老友，今宵是他弄啊，夜中路可算得是张玉彪，上那个路，开表是可以的，柳林洞口。早言什么是他？老爷你哇，石头上得开，邻居头班的是他，七个过路，石头上哇，有个富香园的一个有的是。石头，石榴弹哇，马达的是。此地一带也得过来。嗨，上头上了口道，要过谁什么子个？米呀，看来可以再搞提了。人呢？张玉彪冇。嗨，
佐藤先生，里面请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哦，这个药喝了，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这儿有一种酒，已经传统很多年了，这酒对你的症状也是有缓解的，这是我刚弄到的，你可以尝一下。酒？对，喝了治头疼。对，那不可能。真的，你可以尝一下。你的不老实，你的八路的。不，我不是，这是刚刚的客人留下的，真不是我的，我发誓。佐藤先生，回来了，哥，赶紧吃吧，刚做好的。玉清，嗯，德田知道你不肯替皇军办事儿，说你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倒也没有再说啥。行了。我也算解脱了。你病了？啊？哦，嗨，没有，我这是帮佐藤熬的药。你可小心点儿。德田这几天盯上这个佐藤了，这两个人矛盾可大了。哥，没事儿的。再怎么说，人家都是日本人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前几天，佐藤押运军需，被八路军给伏击了，死了四个日本兵，德田差点没毙了他。再加上这几天，那个什么女共产党被劫那事儿，德田这回啊，放不过他。哥，你说人家经常来咱这吃饭，你让我怎么拒绝人家啊？玉清，别说哥没告诉你，小心惹火烧身。裴英，再帮我抓一副药。五斤。给呀，嗯，给你嫂子抓点药。咋，嫂子也头疼啊？哎，对。
你骗我！你为什么一直骗我？你为什么要帮日本人？我们全家都被日本人给杀了，你不知道吗？ 姐，你们都是骗子！毒气就是戒指性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我的眼睛，我的头，都是毒气害的。 我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我妈妈说：“你一定要活着回北海道，吃他做的鱼。”はい、徳田です。計画通り、M行動を実施しよう。成功を確保するため、よく準備してくれ。はい、大事だ。 关心ください。少佐、爆撃の行動ですか？またく進捗していません。いや、しばらくわからぬ。行くか。 不好了，德克堂的女掌柜被鬼子抓走了。哥，咋了？改营进出阵的事被日本人抓起来了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一个丫头片子。你想好啊？救人要紧，你快拿着这个啊。 だとは、少佐、調査中出てから、会議には参加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。どうぞ、取り消し。彼、呼んでくれ。はい。佐藤、德田少佐叫你过去开会。啊，五点就一点，我去不了。 那我扶你过去。本日10日，帝国の最先端生物科学部隊は武田少佐に。 引き入れられ、六人に充当します。我々は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、周りの八路や、ゲリラを一掃してください。报告首长，我是李改英。是你。 你就是李改英，原来你就是首长。快，请坐。真没想到，改英同志，谢谢你去年救了我。嗯，你虽然不是八路军战士，但是我听说你的抗日表现非常好，所以，我们决定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完成。太好了。我们得到情报，鬼子的化武小队就要进城了。
我们需要你协助我们传递情报。李冉英同志，这次任务会非常危险，你就多加小心。首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小子，지가고사토상아요구후향에이끄마스카레요구세심하스가이야 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不去我那儿拿药呢？我的腿已经溃烂，我走不了太多的路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一言难尽。你马上跟我回去，我那儿有一种药可以治疗你的腿。不可以，我不能走。你现在这样怎么会被害到？赶快跟我走。小心。 我请求德田处理我所犯的错误。他说，要等到调查结束。你不觉得一直都有人在跟着你吗？那是因为我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。不，你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。以德田的行事作风，早就该处决你了。 可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动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。看来我真的回不去了。不，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 学习刚野精神，你真的是八路。我是来帮你的，当然，你可以相信我，也可以不相信我，这完全取决于你。 需要我做什么？提供生化部队来柳林的准确情报。不可能，这个是帝国的秘密，我不可以告诉你。我明白。卓萨瓦，我在来中国的时候。 我向天皇发过誓，我一定效忠天皇，保守帝国的秘密。所以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希望你可以理解我。
佐藤先生，我理解你，我非常理解你。可德田不会放过你的，而且你的病情一直在恶化。我给你找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生治疗你。等你好了，我会送你回北海道。 どうも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佐藤のお母さん、約束させて。 武田雄，时日到。你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。武田雄，时日到。 马上找到张贴红色蝴蝶剪纸的店铺。店铺的掌柜就是这个行动的特别交通员。你的任务就是护送，把情报送出去。于香港，要撤我们一起撤。德田要找的人是我，只有我才能稳住他。 山河破碎，风飘絮。干戈四起，屈打虏。伶仃洋里探伶仃。刘曲丹心，赵汉卿，是你？我是抗日特委派来的。那张玉清，他是我的领导。 玉清安排你火速把情报送到八路军指挥部，由我负责掩护。我们和玉清一起走。我和改方先走，你去接应玉清。 快走！姐，快走！玉清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是回来支援你的，我已经安排他们出阵了。 你知道特别交通员是谁吗？李改英。少将，佐藤山道新一次伊万，带来猫已马神。报告。马进诺德列库奇，斯贝特，负责行动，要做战斗。嗨。
你们老装腔作势，佐藤藏到哪里去了？佐藤是你们的人，怎么跑我这儿来找了？江雨晴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开饭庄的。 開始。天馬、鉄骨、我的兄弟、軍人、勝つだ。僕、ただ戦争したくないものです。どこかしで兵を殺したくないものです。 少佐，怎么回事啊？少佐，我没做错事啊。 太伯，你儿子十八路。少佐，我是忠于你的。老人家，你的儿子的张玉清的八路的事啊。 皇军的驻地，嗯，是炸了。只要你们的效忠皇军的，我就饶你们全家不死啊！玉清。 爹，娘，儿子没有愧对张家的列祖列宗，儿子是八路军，你是八路军，好儿子，爹为你感到荣耀。 杀害我的家人，要杀就杀，我是老婆子们！娘娘，快杀！小主君，张玉清小组和张家人全遇害了。 张家的列祖列宗，儿子是八路军。你在我的心上，像那花儿芬芳。
借着真诚。把我深藏，直到时光的尽头。